才华洋溢，南无厉害的飞盘哥哥，合约要57号，南无一样。来到东京棒球的第三棒投手福利卡基，龙队超怪力的重炮手，联盟的全垒打王，回归号4号，吉利吉奥总冠。龙队恭喜龙队的第四棒今晚是总分垒防区翻空门，四区一号的拯救状元，火力满点的红色大炮，回归号是16号，刘继红。今天龙队安排的第一棒是今晚的捕手，打击防守气势如虹，龙队队努力的本垒指挥官，随便号63号，蒋少红。第六棒是今天的二垒手，龙队二垒的坚持三军，随便号21号，准备大显龙威，李凯威。第八支今晚的左外野手，在垒间发挥十足的破坏力，极速快腿扫出巅峰大垒王，随便号1号，音速小子林孝纯。今天的第八棒是今晚的右外野手，身体超出关键级外野盲区锁定胜局，随便号34号，张佑廷。而在第九棒的是今天的捕手，这地方区出厉害的中间三垒，回归号33号，为什么队的传人孙长生。另外，为什么队所安排的这棒投手是李小静的外籍左投，回归号53号，一休任本齐勇。今晚龙队的总教练即将带领卫冕龙队拿下胜利，五指总冠军的铁军章，总教练。